这里是2023迈阿密泳装时尚发布秀场，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，我是痞帅，我是表哥，让我们一起赏析学习最新的时尚元素和身材管理。本期开场的小姐姐身材高挑又非常柔软性感，白色泳装更是让她的性感指数飙升，脂肪和胶原蛋白完美的组合，让她的肌肤变得非常可口好吃，我一晚上至少要吃个十次八次的才能吃饱。你现在吹牛都不打草稿了。第二款白色连身泳装也采用高腰身的设计，腰臀线条凸显出极美的曲线，本场秀的美女质量真是太高了。下一个小姐姐身躯更加苗条娇小，但是性感的地方一点也不输阵，这种小鸟依人的性感也是很不错呢。的确挺瘦的，但是依然看得出非常 Q 弹柔软。而下一个小姐姐就是本期的王道了，性感魅力直接秒杀全场，极致性感的动体加上好看的脸蛋，搭配这身王者级别的黄金战袍，那可真是让每个人都想拥有它。每一秒都是致命的吸引力。下一个碳酸水球流派的妹子带着她的超大车灯来炸场，这也是本期最后一个美女，那么就请大家全体起立目送小姐姐离场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啦。各位观众全体起立，全部人给我站起来，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